2019年初，我给自己许了个愿望，每个月去一个城市旅行，并做一场脱口秀演出。很多人以为我会首先跑遍名山大川，但是我没有。第一站北极村，第二站厦门，第三站重庆，第四站长沙，第五站哈尔滨，第六站北京。我北漂了两年，我就住在那儿，那是我的午夜食堂。初一十五的时候，我会去雍和宫，那边是五道营，我会到那边的小酒吧，晚上去演脱口秀开放麦，练我的脱口秀。那个时候我就听说唐沽里面的剧场好大呀，我就想如果我能在唐沽里面做一场我的脱口秀就好了。今天我来了。曾经做梦都想在北京混出点名堂，到了不爱做梦的年纪，发现只要梦想在，无所谓人在哪里。哟，闻味儿呢，幻想的吧。记忆里的雍和宫、五道营、后海，演出后一碗幸福的方便面，周末一顿满足的鬼街小龙虾，拼搏的日子永远累并快乐。当梦想遇见记忆，努力永远在路上。下一站。